欢笑杯足球赛女子组的循环决赛今天开始在阳明国中登场。这个比赛只有三个队参加，国内有三重和佩森斯两队，而实力坚强的香港女子足球队今天首战组队只有十几天的三重队。香港队很轻松地以4-0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女子组的足球所使用的规则是和男子组大同小异，只用4号球比较小一点，而比赛时间比较短，一场只打50分钟。足球协会理事长郑维元上将今天进行特别赛场观战。在香港女子队在旗开得胜之后，如果再胜佩登斯，就可荣登后座。